好啦，旅游，你看我，看我。注意注意，我的包饺子。现在旅游开始包饺子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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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告诉我是什么馅儿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有韭菜。三鲜馅儿的。太笨了。还有大虾。韭菜、大虾。还有猪肉。是吗？你喜欢吃吗？还没吃呢。哎，待会儿包的我应该会你包个包一个有特点的吧，待会儿你就吃那个就好了。还有你要看我的正统包饺子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看看啊，你包的是不是最难看的？我包的肯定是最好看的。哎，还不错哈、啊，跟我包的差不多。咦，你告诉大哥怎么不学？你看，你看。请问旅游同学，看无敌饺子王。请问旅游同学，这是你包的第一个饺子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是我包的第10001个饺子。憋住了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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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哪个是哪个是你的，哪个是你的，指一下。我哪有褶了？我哪有褶了？你就像今天那个小品说的似的，6岁就长抬头纹了。去啊！挨打了啊！好了，可以停了。